好紧张啊！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哇塞！等一下，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接到了，太近了啦。通往幸福的门叫什么门？心门。错，把你的手给我。通往幸福的叫做我们。如果是唐三藏，我就不去遥远的西方取经了，我就会在这个地方娶你。杨妹怎么追到你的？因为他很好笑。哦，他很好笑。就因为我也很喜欢张立东。哦，来来来，就是太变态了，太变态了，太变态了。就是他每个女生好像都可以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一方面形象，你倒是计算的蛮精准。你找这种形象，你找这种形象是成功的。那你今天要贡献一个笑话给他啦。笑话，预备，开始。有一天呢，你也知道我在国光是丑王嘛。然后我就去参加一个全世界的比丑大赛，然后我想说我就进去了，我一进去就被拦住了。他说不好意思，你不能参加。我就说为什么？哎，我张立东哎，国光丑王哎。他说我们这边不欢迎职业选手。为什么我听不懂？因为他丑到变职业，太丑了。对，不准你讲笑话。对对对，太丑，好笑哎，好笑，这还不错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OK 啊，高级的，高级高级，不是那种低级。等下再跟我再来领红包。谢谢谢谢，觉得今天不错不错，这个太好笑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发扬光大。啊，十指紧扣，十指紧扣，可以可以，可是我会两手汗。你就送这双手，我会有一点手汗。欢迎拿麦，好好享受了。好，我也会流汗。那我闭眼睛，那我流。闭眼睛，闭眼睛。汗，好紧张。啊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哇塞！等一下，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接到了，太近的啦。自己挂的故意啊，笑了吧？太近了。刚刚我们如果把你框框框起来的话。我们放在那个鬼片里面，人家也是认为成立的。不要这样，你会害羞？我会啊，你看我脸红了。现在都什么年纪？你出来干什么？我来，我这是女，来这里讲动作的，快来这里讲，我比较低，我比较道具，我比较扁的道具。他一定有道具，身上有长处吗？你要选一位吗？你选，你选，就不要正冲这一只。好，谈好了。好，来来去。恩琪，他叫，他叫玫瑰。恩琪，你知道木头做的门叫什么门？木门。铁做的门叫什么门？铁门。通往幸福的门叫什么门？心门。错，把你的手给我。通往幸福的叫做我们。问你啦，那个他先笑，我问你啊，那个哦，现在很流行一首告白情歌，是周杰伦的《告白气球》，是告白气球，对，告白气球。那你知道山东人不能唱这首歌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山东人不能唱告白气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哎，小妞，我要对你告白一气球了，超吓人。气球了，今年明年你尾牙接到山东去了。小 B， 这是一个汤匙不太紧，哎呦，汤匙好不好？没有任何手脚汤匙。好，你可以在上面这个汤匙上面画上我的眼睛跟嘴巴。啊，这里，来来来，我把它当成脸，把它当成脸。哦，来来，画一个立冬的，画一个立冬，为难哦。好。画的真，这是我长这样吗？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代表我。嗯，那你可以把你的手伸出来吗？这代表我。然后我看到你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你的美让我想要流口水。哎呀！哎呀！手汗还是怎样？哎呦！掌声鼓励！哎呦！那是什么水？笑死他了！不是。来来来，卫生纸，卫生纸。表演好下流。竭力，竭力，竭力，竭力。竭力。我问你一些基本的问题。请问你，爱情跟面包，你会选择什么？哎，这个好像我讲过吧。面包。哎呦，面包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选择面包对不对？嗯。你是不是也会说？爱情已经出现在我面前。对啊，不是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面包。
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面包，面包好大一包。不是这样的。愿意跟我一起吃？他不敢吃啦！什么啦？你是干什么啦？我们感兴趣，对女生感兴趣，我们会怎么样暗示啊？有一招是投其所好嘛，比如说他有在，你跟投其他，投其他，对，比如说他有在，哎，投他所好，上好，也不是投其所好，就是问他一些日常的问题。对，请问，比如说你知道我衣服脏了都交给谁送洗吗？不知道，交给你。交给我，嗯，可是我不会洗衣服。没关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给你送洗，所以我好厉害。送洗。这是什么？喂，警察，警察！你怎么又来这一套啊？你这样会报警哎、欸。哦、oh, ，OK，OK、okay, okay.。不要讲，这是性骚扰嘛？怎么变龌龊了？他以前就是像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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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我的那画儿还是什么的。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画儿。不过郎君什么时候要回来陪我呢？小画儿，郎君想不想看我那画儿？怎么走到这条路上的呢？送洗衣服，送洗。可是不要动作啊，动作真的不行。所以说，张立东常在街上跑，送洗啊，送洗，他跑。我问你一个比较基本的，好。哎，世界上最长的刀是什么刀？西瓜刀。不是，是屠龙刀，因为屠龙这个是比较老的笑话。那你知道呢？这把刀不稀奇。那你知道我最想要的一把刀是什么刀吗？什么刀？是莱昆温刀，辣傻哦！你今天辣傻了，你在笑了，莱昆温刀应该是厉害的啊！哇哇哇！预备起，当做 action， 哎，小姐过去一点，小姐过去，好来，没有我骑着白马嘛，对不对？但我不是王子，骑着白马有可能是谁，你知道吗？也有可能是。唐三藏哦，那如果我是唐三藏，哎，我要继续抖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是唐三藏，我就不去遥远的西方取经了，我就会在这个地方娶你。哎呦，哎呦，而且这个戒指不是普通的戒，嗯，这个叫什么戒？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的全世界。哎呦，上马了，来来来，好，上马了，厉害哦！做了一个梦。梦到我们两个人啊，一起去买房子，哎呦，然后我们看上同一栋楼，好甜蜜哦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我是买了顶楼，那你知道你是买什么楼吗？你是买阁楼，因为你是买阁楼。讲一个猜谜的好了，好，嗯，就是做爱最慢的国家，猜一个。做爱最慢的曼谷吗？错。哦，曼谷这样也蛮有意思，是斯洛伐克，因为 有一天啊，古代有个皇上，皇上那个嫔妃就很想要，就是得到皇上的宠幸。嗯，他说：“皇上，你到底为什么都不宠幸我呢？”然后那皇上就说：“你知道要怎么样得到朕的芳心吗？”然后他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来，你过来，你知道摸朕的腹部两次。”就可以得到朕的芳心了。他说说为什么？因为腹腹得朕。你笑把人家吓到了。腹腹得朕，腹腹得朕 ，OK 啊 ，OK 啊。哎，你刚刚拿首歌是哪一首？你啊，你啊。那你知道我拿首歌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拿首歌是这个。拿首歌。拿首歌。那你叫佳佳对不对？对，我还要。那你的加法应该蛮强的喽。哎嘿嘿。嗯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三三七五六加五七四五八等于多少？好难哦。三七五六，五七四五八。你又不会加，加不出来对不对？对。你不会加没关系，我还是爱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？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。等待你散不开心的人，爱上一个不会家。我们在讨论胖瘦的问题嘛？对，你知道啊？哪里的人是最瘦的？哪里？不知道。其实不用减肥减那么辛苦，你就是去看夜景，你就很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月色和星光的照应下，俗话说星光人瘦。
欸、老板，你这块肉是什么肉？腰内肉。不是啦，嗯、这块是心头肉。是我的心头肉，我的心，加我的，我的心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来再演一次，下一个，预备去。老板，你这一块是什么肉？这是我的心头肉。你是大佬，你当爸爸是不是？我本来有抽烟的。你走过来，那脸要再帅一点，够帅。预备去，帅，你知道吗？帅说别，看哪边了？因为我这样看是比较帅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笑了，成功了，不用讲了。我本来有抽烟的啦。但是遇到你哦，我就再也不抽烟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总是让我心不在焉。心不在焉，等一下。心不在焉。心不在 OK， 但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感觉在抽烟。这是一个辅助表演。那现在不得了，现在是现在贵节目国光帮帮忙给我一个外号，叫全民禽兽，太厉害，不止一个啦，感情的禽，野兽的兽，还有牙周武王，牙周武王，因为本身有牙周病，是，对，牙周武王，然后去年前买了房子嘛，所以我是那个房贷少年团长。房贷少年团啊，我是房贷少年团长，你很多称号，好多称号 ，AK 亚洲撩妹王。很多梗啊！你猜我对你是哪一种喜欢？哎呦，是这种，这什么意思？这种是什么喜欢？你知道什么？无法终止的喜欢。哎呦！那你知道我对你是什么喜欢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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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反撩，你一直喜欢啊！差不多39度。不是39度，我觉得有点发烧，很热，会那个水温没有降。那是因为这个男生的魅力。那不是39度，那是爱你没法度。好不好？他说你到底为什么那么爱打游戏？他说我当然爱打游戏啊，因为我舍不得打你。哎呦，真的好会哦！天哪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来了，讲完继续就可以继续玩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贴心。贴心。你长这样，谁说想贴你的心？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马上打穿我。他瘦的张头鼠，他现在比较稳重一点。我不知道以前长怎样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过去也不用记得，可能未来有你就好。其实你初体验之后是会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蛮好玩的。可是很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夜市的应该比较适合我。没，你久了就习惯了。真的吗？没关系，我回家生一个啦。搞完，搞完。这背很漂亮，这是我的宝贝。我的鼻子也不错啊，真的吗？我的北鼻。撩过。你的腿更好，为什么？想跟你有一腿。哦，会撩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是完全在过瘾，你是这么连串的过瘾。是爽。你讲到爽到耳朵都红了。还好还好。哎，还好我们在录影，这如果在公车上，你就被逮捕了。在录影，我压得住。比如说，不是，我现在会做菜了，将来你一个可能步入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就可能当妈妈了。你觉得你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妈妈？我觉得我应该是扮黑脸的那一个吧。错，你是我孩子的妈。好，这可以，这可以吗？刚刚请问大家来取款吗？我不在取款，我是来取你的。三号奇柜。如果他经痛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哥就会拿那个热毛巾，然后去热敷他那个不舒服的地方，因为我热敷他就是 I love you。你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哎呀，这名字取得好啊，哎，我终于雷啊！最不擅长的，我有一项我不会，什么？我不会离开你。哎呦，我要一辈子跟随你。现在想，你想对我干嘛？撩你，撩你。笑话来了，笑话来了，笑话了，东哥笑话集基本款啊。好，我们问你哦，如果哆啦 A 梦变成哑巴的话，它会变什么？就会变哆啦 A 梦，会变哆啦 A 告。我这不错。哆啦 A 梦如果很喜欢说谎骗人的时候，它就会变什么？它会变哆啦 A 骗。我这不错，我这不错。表情，刚刚是谎。什么姓氏的人最容易拉肚子？不知道啊。姓胡。
为什么？因为络腮胡。这好像有点脏哎。对呀、啊，而且这个连续用两集了。有一天哦，有一只鲨鱼，哎呦，鲨鱼，然后有一天有一只狗，狗在海边看到一只鲨鱼，我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好笑了，对不对？狗看到鲨鱼，然后他就说，鲨鱼就说，哎、欸，我游泳游超快的，嗯，然后狗就不相信，狗说我在沙滩跑也很快，那不然这样，我们两个一起来比赛跑，那我们就找了旁边的一只螃蟹，然后来当裁判，是，然后呢，他们结果就开始了，最后你猜猜看，谁赢了？鲨鱼跟狗，猜不到。答案他们一起到终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螃蟹说预备 go， 然后鲨鱼就背着狗，预备 go 就到。好，谢谢。预备 go， 预备 go， 一起到终点。预备 go， 预备 go， 预备 go， 这个厉害哦，这可以哦，这可以哦，这可以哦，嗯。可以哦，这个有这个笑话故事性，不但好笑，有故事性，充满智慧，对，而且醒世，对，太棒了。什么动物最富有？什么动物最富有？就是当裁判的那只螃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螃蟹有钱。醒世，劝世。有层次的笑话，这完全让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，我们要重新的检视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好了，我在这边隐退了。是啊，哎，你有吃过笋子吧？笋子，你知道什么笋长得最快吗？什么笋长得最快？什么笋长得最快？答案是康明笋。康明笋。合格吗？我的专长是唱歌，怎么大家都是唱歌？是康明顺的。哦，康明顺，康明顺，哦，你很快来。好 ，OK， 可以再补一个吗？刚刚是猪叫吗？那个笑话很新，应该在国光没有听过。啊，请说。什么姓氏的最容易拉肚子？陈吗？错，姓胡。为什么呢？络腮胡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还走？预备起。他说我直接让你流泪。好烂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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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是俗称的渣男。那你的手机那个一定要买那种基数很大的。256，二五六打二五七，257，31。我们这是一组无聊的主持人，是哦，而且我还接你，我真的沉沦了。我以为你懂我，这样抛进来抛进去，对不对？这样会不会抛出感情来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练习的过程中，生命比较安全。生命比较宝贵啊，就是大家不会去想到有的没的。会吧？会吧？哎，接吻，接吻，接吻的就接吻。不会哇！不是，对不起，你刚刚讲这一段，你在骄傲什么？你有听过李生吗？那其实我是台北人。是。然后一般台北人。李生。对。他贵姓？李生姓李。李生。李生同名。李生同名。好了，我要讲的就是凭我这样的长相，我那个学生时期，我在追一个大学的校花，怎么可能的故事？对，大家会觉得怎么可能？不会吧？因为那个校花呢，不止人长得非常漂亮之外，她功课还很好。哎呦，然后那时候呢，我本身的数理也是蛮好的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修微积分，然后呢，她是这个班上的这个算是自优生嘛，然后我是那一堂课的像小老师，然后那时候老师就出了一题很难的算数学，出的时候。然后出到一半，然后他就问现场有没有人会，然后那个女学生当然是我们那个最正的校花，她就觉得我一定会嘛，她就举手，她要上去解，解完了之后呢，那个老师就看着我，因为他知道我知道答案，因为他其实是写错的，然后那个老师就问我说，立冬，你讲他这个算式怎么样？然后那个女生就看着我，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有一点纠结，我到底要不要说他算错了呢？于是我考虑了很久。我就说，老师，他这个算是我女朋友。全场大家起来拍掌。可是我跟你讲，那个女同学那个最正的校花就跟你们一样，面无表情，让我相当失望。
于是呢，我又做技术的别的追求的公式了，因为我知道呢，我那时候是经过这个女生厕所，他们在洗洗叔叔在讨论，我听到那个校花，她是基隆人，嗯，她最喜欢吃什么呢？她突然想到她小时候她阿公哦，一定会买给她一个叫基隆的螃蟹羹，于是我就听到了，我就好，我就从台北一路从台北骑到基隆，然后去买那个螃蟹羹，然后想说买得很顺利嘛。然后呢，在回程的路上，因为天雨路滑，啊呀，唰啪，车祸了，哎呦，我摔出去了哦，谁活该？然后呢，当然有一些像你这样的人民众，对对对，但其他那些民众他是热心的，他是过来拍，你有没有怎样？你有没有怎么样？然后我就这样，哼，你有看到一个东西？然后他说什么东西？就是一个螃蟹根。然后呢，他说就在这里啊，我手。抱着螃蟹根，我整只这边手整个袖子破掉，我在流血。然后呢，他说你要不要去医院？他说没有，我要先去一个地方。我就骑车这样半骑去换螃蟹根，还有左手吹油，是不是搞错？啊，对。这故事讲的就这样骑，边流血，骑到那个女生家里，然后呢，叮咚就按她门铃，然后他就说怎么了？你怎么？你看我全身都湿的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就打开，他说怎么样？我说这是你最爱的这个螃蟹根。然后他拿过去，哇，你人真好。然后说哇，你好贴心哦，你这螃蟹根上面还记得要加我爱吃的红醋哦。但那不是红醋，是我流下来的血。飙高音，飙高音，飙高音，这就是红醋的螃蟹根。哎，好，讲完了。精彩了吧？问一下女生的意见啊，我刚刚他们心里还在，内心很震撼，他们没有吃过血，吓到。